来介绍一款春芽纺。春芽纺它的布面平挺光滑，质地轻而坚牢耐磨，它的弹力呢跟光泽度佳，也不会容易缩水，容易洗，比较快干，手感也好。春芽纺它只是植物种类的名称，其实它是属于涤纶类的。春芽纺呢是一种全涤产品，经染色后整理加工后有防水、防溶、防火、防寒、防静电、哑光、贴合等等功能。它主要规格有全弹、半弹、平纹、斜纹、条纹、格子、提花等等。面料轻薄，光泽柔和，手感柔软，是我们羽绒服、棉服、夹克、风衣、运动休闲装等等工业用料的最佳产品。这就是今天给大家介绍的春芽纺布料。